所以今天的景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因为我在我自己的家现在，然后呢，我就要拍火鸡面果冻，超巨大，因为你们讲你们想看，虽然我可能会吃到我的肚子烂掉，可是 whatever， 所以我就做的。走吧，还没有吃晚餐，我现在超饿的。首先呢，就要准备一个碗，然后火鸡面 ，of course， 就是最辣的，还有腌菜粉，就是那种阿嘎粉。然后呢，就是跟着那个包装纸做火鸡面的做法，看到这样粗犷的手就知道不是我的手 ，it's my mom， 因为我是一个废人，然后我什么都不会做。看到这个面，我已经想象到我拉肚子的样子了。OK。现在要加面进那个锅里面，虽然直接加热水进那个火鸡面的罐里面就可以了，可是你知道大人的做法就是非常的复杂，然后要弄到事情很像很专业那样，所以我们要特地开一个炉来煮那个面，然后再过滤那个面。哇哦，真的是非常专业的煮泡面方法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煮泡面。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有时候我脑子会短路。然后呢，我们终于把面做好了，然后要跟那个辣椒粉打在一起 ，blue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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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ue， 非常娴熟的做法。现在呢，我们有腌菜粉的出场，就把腌菜粉加进水里面滚滚滚，然后再搅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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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集就是把一个完整的面给毁坏的一个作品。看到这样嫩滑的手，就知道这个是我的手。因为我妈讲，给你体验一下做面的辛苦，然后呢，最后她还是忍不住，然后自己煮回那个面。妈妈都是这样 ，It's Asian mom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毁坏我的火鸡面的步骤，把腌菜粉的水倒进去，彻底毁坏我的面，耶！然后我妈问我要不要装满，我讲要装满，我要做超巨大火鸡面果冻。叮，我们换了地方，就让它冷冻半个小时。是时候品尝我们花了一整天做出来的垃圾，哈哈哈哈。现在呢，我妈就帮我，你知道，把那个果冻弄出来，可是她弄不出来，然后，局面就有一点尴尬。我很期待的，本来没有关系，失败乃是成功之母。然后我们就再弄过，哈哈，猜猜吧，我们又弄不出来。When life give you lemon。Eat it， 我们终于可以弄出来了，然后超美的这个东西，我人生中做过最成功的就是这个，因为不是我做的，是我妈妈做的，哈哈。你以为真的这样成功吗？这个是幕后花絮。可以，现在我非常的紧张。OK， 我今天都没有吃晚餐，超饿。很新奇的吃法，就让火鸡面没有这样辣，蛮好吃的吧。刚才才讲不好吃吧，但下面没有 jelly 的部分就不好吃，就下面没有面的部分就不好吃，就没有味道，因为我没有放糖，放糖应该会很难吃吧。还是觉得原本的比较好吃。
吃久了很恶心，很恶心。不要再吃了，不要再吃了，不好吃。不能不能。而且超辣，因为还有很多辣的东西在那边，超辣，而且很恶心，很蛤蜊，就是很像 like 你把 jelly 掺那面一起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蛤蜊。今天可以结束了，然后下一次影片应该是你们很喜欢看的影片，下一次见，拜。由于呢，我把这个东西当做我晚餐，可是我真的吃不饱，可是真的太难吃了，所以我就去吃妈妈。